最近的平板老是跟我对着干，想让它动的时候我老是动不了。你看这对面都解锁锅了，怎么玩呢？再这样下去我都想换回手机玩了。这野牛怕是假的吧？这打了10000发子弹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用余光发现天桥有个耿直的对手啊，这大摇大摆的冲过来。接下来再使用闪电尖兵的大招，哎，我们传到家里来。哎，我突然想了一下，来个超体团进版的图书馆，那会不会很好玩呢？是不是？就把大招稍微再改一改啊。大家都有个小技能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不就一个新模式搞定了吗？那下个版本考虑一下，之前建议的狙击团进、喷子团进，那都出来了。近战团进也有，是不是？那来个超体团进，合情合理啊。也没什么很大的工程，也就稍微代码敲一敲，把超体的东西搬过来，简简单单啊。我感觉我上都行啊，瞄一下，露头就瞄。拿到喷子总是会拖延很长的时间，这时候对面肯定就重生冲过来了。拿到狙咱们一般都是一发搞定，拿到喷子我起码要打空一个弹夹呀。现在我说图书馆最难用的手枪是 R45， 大家应该也没啥意见吧。现在连机还是没被中断的，我一定要保持下去。只是这锅仔太灵活了，加子弹又这么慢。蓝队暂时领先，刚想回头反打，打中3枪还不死啊。这时候可以卡个视角回头用拳头的啊，当时没想到这一点，只想着一直跑，感觉可以逃跑逃掉了。一个滑铲怎么回来了呀？哇，对面两口锅了，还好没被平底锅糊了。这一波失误直接把18连击给终止了。即便拿到锅，即使现在拿到平底锅翻盘了，我觉得也是不快乐的呀。这家伙走到我脸上，只能成全他了。赢了我也哭了。